3月15日晚，董璇晒出自己在三亚海边的美照，并写道：同一个地点，今年、去年，照片中极尖的乌黑长发慵懒地散落着，微闭着双眼，嘴角微笑，静静享受风景美好，恬静美好，侧颜简直太美，穿着粉色连衣裙，皮肤白皙，好身材一览无余。去年的董璇身穿条纹衬衣，搭配一个遮阳帽，虽然没有今年造型惊艳，可是一脸胶原蛋白的董璇完全让人感受不到她已经35岁，反而更像是20岁的美少女。网友也纷纷留言：女神永远不老，今年与去年完全没有区别，侧颜太好看了，女人味十足。之前董璇在微博分享一段女儿小酒窝玩耍的视频，视频中小酒窝剪花瓣玩木马样子超可爱，并对镜头向大家挥手，不禁让网友调侃小酒窝越来越有镜头感了，长得越来越和妈妈像了。董璇自砍是一孕傻3年，视频从早上编辑到下午才发出，就是因为不知道配什么文字，并称自己还有1年4个月，傻3年就结束了，期待璇姐的恢复。